看情况，敌人很可能在天黑以前发动总攻。好啊，叫他们来吧，我们正好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反攻。我们得赶快把二连调到这个线，准备迂回，让一连和三连从正面进行反击。你们四连要配合兄弟部队，在天黑以前插入高级屯，这样我们可以全部消灭敌人的前哨兵团。报告营长，团部命令让你们在天黑以前撤退到战舰外待命。肖警员，团长会让你马上带着行李到团部去接受新的任务。老大爷，你干多少年车了？哈，整整30年了。不瞒你说，队长同志，你要说赶车呀，咱们这元宝屯里头可就数着我老孙头了。这有几个儿子？哎，穷赶车的还能有个儿子？大牲口打坏了心眼了。老伴儿多大岁数了？小我5岁，48。哎，88还能接瓜呢？接瓜，接个老倭瓜。这，
哎，炸！嘿，让人事，走吧。好，老大爷，这是谁家的车？嘿，谁家能有那么好的车啊？你瞧那匹红山马，膘肥毛光，跑起来四个蹄儿不占地儿。到底是谁家的？咱们元宝屯韩六爷的呗。哦，就是外号叫韩大棒子、韩老六的。嗯，他这个人怎么样？不要怕，车上的都是工作队同志。不怕不怕，我老孙头有啥说啥。嘿嘿，你要说韩老六这个人嘛，也差不离吧。站。收下，不要，这空着回来还不是一样？走开。同志，您是从县上来的吧？一路上辛苦了，真辛苦了。今天的道可真不好走啊。肖队长，这是我们村农会主任。我叫张福英，这位是我们屯的妇女主任朱秀英同志。是，要命啊！去！你们在这干吵什么？通通都回去！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回去！我们是县上来的工作队啊。请你给我们找个住处。是，可就是我们这荒草野地的穷屯子，没有什么好房子，同志们又该受委屈了。不要客气啊，我看这样吧，就住在韩家大院吧，就是那片大瓦房，我们屯就他家房子最好，地方又宽敞，使得用的也齐全，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也都便当。我们就爱住草棚马架的。是。你看这怎么办？那有什么法子呢？那小户人家也住不开。说的是呢。确实。好吧，那就不麻烦你们了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那哪能呢？哎，队长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眼下小学校倒是空着。是。您看住在那儿是不是成呢？好吧。好，快帮同志们拿东西。哎，您跟我吧。队长，您跟我，您别客气。我。同志们，您跟我吧。哎呀，您到我们村了吗？何必这么客气？哎，您给我。六叔，工作队来了。不，他们都到学校住去了。怎么不请到咱们家来住呢？张明是说来着，可他们一听就火了。看样子这帮人来头不善呐。六叔，你要多加点小心呐。不要紧，这个局势还得变。你世仁哥来信说中央军五月节准过江，再说大清顶子上有你七叔，你怕什么呀？世才，你过来。刚才我说的这些话，你要跟穷棒子们多聊聊，放放风。哎，你要多注意赵光腚那一帮穷痞子。是。另外告诉。
工作队，有什么事赶快给我报信啊。六叔啊，您放心吧，我只要一有空我就盯着他们去。最近有什么困难呢？啊，还能对付，就是。哎，你出来一下。六婶儿。啊，世才来了。钱儿送来那笔利钱还剩多少？都给世才吧。给他们？那就留着六婶子花吧。别嫌少啊，拿着花去吧，花完再跟婶子要啊。谢六婶啊。哎，世才，你去叫老田头来一趟。哎，就像谁该了他欠了他的似的，死不要脸的东西，你懂得个屁呀、啊！共产党都进了屯儿了啊！怎么说来就来了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等那些东西还都没收拾呢。爱珍啊，爱珍，哎，爱珍，共产党进屯儿了。哎呦，老头子，这可怎么好啊？我告诉你，东西还倒不出一半去。爹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上边了，你快点。什么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快去叫李青山帮你们收拾收拾。青山，青山，青山，你快来呀！共产党进屯了，六爷叫你呢。青山呢？你赶快帮着他们收拾东西，该埋的埋，该送走送走。对，是六爷。走走去帮我妈收拾东西。哎，你先给我埋箱子。青山，你怎么还忙了？你拿着东西拿手里，怎么你俩这么霸道的？王自己来。您太客气了，自己来，自己来吧，自己来吧，来吧，请坐，请坐吧。你们农会什么时候成立的？去年秋后，有半年多了。有多少会员呢？俺们屯儿差不离都是会员。都是会员。眼下谁都乐意入会，差不离家家都是。那韩老六也是会员？不不不不不，他不是，他可眼下。他也想往咱们革命道上迈了。你们妇女会都做些什么工作？我们妇女就是要打倒封建，还有好些个妇女啊，脑瓜不开窍，不肯剪头发，让他们搞自由对象都还抹不开。好吧，请你们先回去，等以后有什么事情再找你们。是是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，我们随叫随到。随叫随到。什么玩意儿，准是破鞋。看来这个屯子情况非常复杂。六爷，您叫我吗？哦，老田头，来来来，请进来坐啊，来来。咱们是老主户了，我先向你打个招呼。我想把地抽回来，自己种了。六爷，你要是把地抽回去，我可下辈子也还不了您的饥荒。我老田头可从来没有犯过六爷的章程，就是揭不开锅，
我也没少交过六爷一颗珠子。哎，倒不是六爷难为你，工作队来了，他们的政策是不让佃户种别人的地。那我得找他们去说说去，不管怎么着你得让我有口饭吃。算了算了，既然你不想退店，六爷也不忍心辞你，好在共产党也待不长，咱们是老哥们了，你可别跟那些个年轻人去和工作队串鼻子，你要上了人家当，将来你自己吃亏。不信你就等着瞧，哪个兔崽子要想和六爷过不去，就等咱家世员和中央军过来，一块儿跟他算总账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，是我们得到了解放。可是现在美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还想来个二满洲，还想像日本鬼子一样的来压迫我们，这是我们绝不能允许的。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，我们劳动人民要想彻底翻身，就必须团结起来，赶走美帝国主义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彻底消灭封建势力。乡亲们，我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儿，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、斗地主，实行土地改革运动，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地主阶级的财产和工作队是坐我的车来的吗？嘿嘿，一看人家那肖队长，一路上净给我唠嗑了。嘿，别看人家是个当官的，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就是肖队长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肖队长啊，肖队长是高高的个儿，大大的眼睛，相貌堂堂，真是个像样的。那么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又会和地主阶级相互勾结。老大爷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差不离儿啊。乡亲们，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咱们东北人民，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穷人的了，只要我们大家抱成一个团，就会很快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派，拔掉这个封建老根，把咱们广大的农民彻底解放出来。但是地主阶级是不会甘心的，他们还会。老大爷，这个人是谁啊？韩长伯，韩六爷的穷本家。防止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。唉，如今是世道临头啊，六爷，您得拿个主意啊。我看呐，还是给大青山送个信，请七爷带领人马下来一趟。还不到时候。那我们就干等着叫共产党来收拾了。老弟，不要紧，哈尔滨的共产党都往佳木斯奔，中央军说过江就过江，地是风吹不动浪打不翻的，到了时候谁分了咱的地，看他敢少还一垄。那自然了，到时候跟他们算总账。对对对。六爷，眼下还得想法子对付对付工作队呀。放心吧，张福英会跟他们打交道的。你们大伙都听见了，眼下咱们这满洲国的脑袋瓜子也该开开窍了，工作队叫咱们斗争大粮户，谁有什么苦有什么冤，谁都站出来说说。要还是他姓张的当令，咱们就别想翻身。走。乡亲们，
我来说几句吧。我们工作队刚刚来到你们屯儿，还不够了解情况。据你们农会张主任说，你们这个屯子差不多都是会员。这个农会委员就是他们二位。像这样的农会，他不能够领导我们闹翻身。往后咱们要选举新的农会委员，要让那些苦大仇深的穷哥们来领导着咱们闹翻身斗地主。今儿个我们大家先见面认识认识，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们谈。好，会就开到这儿吧。嘿，你看怎么样？话不在多，说出来有个分量。你找谁呀？哪位是肖队长？有什么事吗？肖队长，我们六爷再三的致意，一定要启动肖队长大驾光临。你们东家还请了谁呀？没有再请谁，专请肖队长复习。我问你，你们东家都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呀？队长不要见笑，咱们这荒草野店的穷棒子屯儿有啥好吃的？也不过是点意思。什么意思？给队长接风。你回去告诉韩老六，让他放老实一点，以后不许他耍花招。走吧，走走走，走了，走吧你。同志，我找你们说说我心里话。你贵姓？我姓赵。你就是赵雨林？我这个大号多年没人叫过我了，屯里的人都叫我赵光腚。赵雨林同志，我们正想找你呢。肖队长，咱们穷哥们可把你们给盼来了。赵雨林同志，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。这帮小子好扎手啊。青山，我看你还是到大清岭子去一趟。你对企业说明白，他们只有十几个人，不是整装八路。带上。青山呢？啊，你帮着六爷渡过这一关，行事一便就给你成家立业，六爷的房子地随你挑。六爷的船翻了，我姓李的也得落水啊。六爷的事儿
我豁出命来干。好，赶快收拾一下，连夜动身。来，我跟他姓韩的是血海深仇啊！只要你们工作队做主，我何愁这条命去？我也要跟他干。赵林同志，你敢和大粮户斗争，那太好了。可是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啊，咱们得联络更多的穷哥们。哎，那有的是，明天我带你们去找去。田头家在哪？就在那儿。好，谢谢。同志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同志，我来挑吧。啊，我挑，我来挑，我来挑，我来挑吧。放下吧，放下。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。同志，你们太辛苦了，太客气了。你家有几响地？我们家有四五晌岗地和这两匹牲口啊。我自小就是个正经庄稼人呢，地里的活儿全凭我自己两只手啊。农忙的时候你请过打盹的没有？啊，老刘，哎，你别怕，土改啊是为了打倒封建，你应该跟贫雇农站在一块儿啊，去斗争大粮户啊。那是那是那是。同志，请屋里坐吧。啊，好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哎，老大爷，你自己有牲口啊？同志，那边坐，那边坐。谁呀？工作队的同志。哦。老大娘。哎。你好啊。好，好。同志，快坐下。同志，你们可真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呐。你们一来，韩老六就把牲口拉走了。哎，老大娘，韩老六他为什么要把牲口拴在你们家呢？同志啊，哎，你别听他瞎乐了，来，抽烟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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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再想想看，苦大仇深的还有谁？要说苦大仇深嘛，那就要数老田头了。他好不容易的盖了三间房子，到末了成了韩家的马圈了。他的闺女就是叫韩老六给害死的。王同志，我跟你说句真心话，工作队要叫穷人翻身，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枪崩了他。郭海子，郭海子，吃饭了。哎，同志在这儿啊，请屋里头坐吧，屋里头坐吧。好，咱就落在这儿吧，你回去吃饭吧。哎，请一块儿吃吧，一块儿吃吧。我们都吃过了，你去吃吧。哎，他是那个杜善人吗？你别看他满脸笑嘻嘻的，老东西心里头很真。哼，圈海啊，你老叔虽说有几晌地，可是个菩萨心肠，你从小没爹没娘，你老叔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呀。 啊哎，净吃这些呱呱菜菜怎么行呢？大小伙子了吗？桂兰，桂兰啊，哎，给孩子拿点干的来。啊，干什么？给我放下，这是给你爹给你男人落的，他眼下一不干活，二不下地，三天吃饭还亏了他了。
你男人起来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尿炕了？怎么了，狗子？他骂我了。我没骂。还敢顶嘴？越来胆子越大了，敢骂起你男人来了。你别忘了，你是到我们家来抵债的，还有脸哭，还不把外物拿出去晾晾。吃完了，吃完了。怎么了？又挨打了？这个家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别难过了，工作队来了，兴许会有个出头的日子。郭大哥，你问问工作队，他们能不能管管我的事？小王同志说了，只要是咱们穷人受苦的事儿，工作队都要问呢。我一定跟你去说说。晌午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呀？你看看你，你打得怪疼的。那你劈的劈柴呢？那忙啥？明儿个狗也咬不了日头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就没点火性？要是有火性啊，我早就死在县大狱了。你呀，也就当上寡妇了。去你！你看看，这不是有了吗？那下一顿呢？下顿再说下顿呢。跟着你呀，算倒霉了，活该穷一辈子。你呀。跟着别人也富不了，那谁也不像你似的懒鬼。你勤俭，你勤俭，要不是你勤俭，咱小扣子还死不了呢。你怎么了？今儿个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提起我们扣子。他大婶，别哭了。咱们穷人家一年360天，没有一天畅快日子，再加上自个儿斗气，那就别过了。
事？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白大嫂家养的一口猪，攻倒了韩老六后菜园的一个细粉帘，韩老六踢墙就要打呀，白大嫂抱着小扣子去拦他，叫他一膀子给掀了老远。小扣子的头摔在石头上，没几天就死了。这又是一笔血债。老白，今儿个王同志来，就是让咱们穷哥们抱成个团，联合起来跟韩老六干。白大哥，只要工作队给他们撑腰，韩老六怕他个啥呀？工作队要是清官，就枪崩了他。韩老六挨十个炸子，我也不记恨了。大嫂子，压迫咱们的不只是韩老六一个人。土改是为了打倒封建，把大粮户的土地分给咱们大伙，让咱们穷人当家做主。白大哥，你是个贫奴，你应该站出来和我们一道跟韩老六干。同志，不瞒你说，我跟韩老六打了3年的官司，末了丢了4晌好地，还蹲了1年大狱。我算是吃够这个苦头了。那不是满洲国吗？早先旧社会嘛，是日本鬼子韩老六的天下，如今共产党八路军来了，这印把子抓在咱们穷人的手里了。白大哥，老赵说的对，过去的官府都是跟大粮户一个鼻孔眼出气的，如今共产党人民政府就是要领导咱们大伙闹翻身斗地主，如今的天下是咱们的了。老白，有工作队给咱们做主，你还怕个啥？要是工作队真给咱穷人做主，干掉韩老六，那我白玉山上刀山也干。青山啊，快坐下歇歇。累，我不累，就是在路上，就是担惊受怕。你见到七爷了没有？见到了，七爷已经升了中央先遣军司令了。哦。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。好啊，等着瞧吧。哎，不要笑啊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黑瞎子跑到地头上这么一看，嘿，这么多又粗又长的苞米啊，这下子可算是逮住了。嘿嘿，你别看黑瞎子那玩意儿力气大呀，就是缺个心眼儿。搬上一穗苞米啊，往这个胳肢窝里一夹；再搬一穗苞米啊，又往这个胳肢窝里一夹。搬呀夹呀，搬呀夹呀，一直搬到天亮。你猜怎么着？最后还是拿了一个走了。老孙大爷啊，你的故事讲完了吗？哎，我这说笑话，你说正经事儿吧。好吧。乡亲们，今天把大伙找来啊，不算是开会，咱们随便聊聊。肖队长要紧的事儿到高家屯开会去了，咱们先聊聊。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，伪满苦害咱们14年，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，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，咱把肚里的苦水都倒一倒。这儿没有外人，随便聊聊。大伙知道
我性子蔫，可是我敢鸡蛋往他石头上碰。在满洲国的时候，我跟他韩老六打官司，五晌地丢了四晌。可如今那衙门是咱们穷人的了，咱们干嘛不敢讲啊？韩老六在满洲国当屯长的时候，咱们大伙谁没受过他的害呀？老刘大叔，你说是不？是啊，日本鬼子在的时候可邪乎呢，我还挨他一棒子。那可不，要不就叫韩大棒子。韩老六的事儿，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。事情过去了，也就算喽。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你们想说啥就说啥，没有关系。我来说说，大伙儿知道我是这个屯儿有名的穷棒子，大伙儿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我赵光腚。笑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笑？笑也没关系，反正同志们也知道，穷嘛也不算丢脸。我赵玉林一不偷二不抢，是凭着我这两只手干活，从来就没干过丢人的事情。对，老赵说下去。我在康德八年来到咱们这个屯儿，给韩老六炕长活，陪星星带月亮，我一个人要使出两个人的力气给他干活，我给他干了一年整，到了大年的三十晚上一算账，我倒欠了他韩老六的100元。穷人要有个穷人的骨气，我把我的面脑脱下来压给他，加上我那块破麻包片，我就回家了。人家过年大鱼大肉，我一家老小连一颗粮食也没有。十冬腊月天，花钱大眼泡，可真够我过关的。娘，玉林呐，我好不了了，活着也是你的累赘呀。娘，可不能饿坏了孩子。每日满意得一信，干杯！西南三爷呢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走走走走走走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上午有贵客。不不，我找他去说说。滚开！你们不能不讲理呀！我辛辛苦苦的给你们干了一年活，你们一个工钱也没给。咱们今天得算算，怎么着？哎呀，这个穷小子找活账来了啊！今儿我家有客，你先回去。等会儿我让青山把账咱算算。六爷亏待不了你，
要钱有钱，要粮有粮，明儿一早给你送去。你别在这发愣了，六爷不是答应你了吗？走吧，走走走。师生，你儿把他抓去当了工。三娘和孩子就全靠给你一个人了，我要是回不来，你就带着孩子找条活路去吧。山当劳工的那个苦楚我就更不用说了，算是我命大能活着回来。我屋里的带着锁住，在外头要饭，我那七岁的丫头就活活的饿死了。小队长，你回来了。林孙大爷啊，他们这是干什么去？去找韩老六。哎，万金，赶快回去。他家这大门一定上了栓了，砸也得要砸开了。对。怎么？你们要抓我？我自己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把他捆上。慢着，老赵哥，好歹咱们是一个屯的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早先有言语不周照顾不到的地方，你不能叫外人看笑话。你少来这一套，跟我们走。哎，官凭文书，私凭印，我韩凤七一没偷，二没抢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带走，带走，走就走。走，矫正不怕邪歪，哪个朝大的官他也得讲理。因为时机很不成熟，这么一来我们反而被动了。我当时太激动了，没有想到这些。
们只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在群众面前打一打韩老六的威风。好。肖队长，您辛苦了。叫名副韩凤琪到此，不知有何见教。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自己知道，大家记得更清楚。是是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是脾气不好，不免有得罪乡亲们的地方。你说这倒轻巧，你干的坏事情还少。老赵哥，韩老六，你甭想糊弄工作队。你是什么人大伙都知道，咱们弟兄在一块儿日子长了，哪有个铁勺不碰过样。别装笑。好，明天我请客赔罪。你不要花言巧语的欺骗我们。乡亲们，你们说说，在文艺满的时候韩老六干些什么坏事？他跟日本鬼子一样邪乎，谁要不给他送礼啊，他就抓谁当劳工。他兄弟比他更坏。韩老六，你把韩老七给交出来。他在大兴顶子上，这谁都知道。诸位乡亲们，要能把他整回来，给地方除了这个大害，我韩凤琪还感恩不尽。你别光说韩老七的事儿，你还是说说你自个儿吧。我那些事情都是老七干的，我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哎，叫老田大爷说说，他的苦处最大。你到里边说说去，去把那苦都说说去，去去去。哎呀，走吧，有工作队给你做主，你怕什么？就是去去吧，田大爷。不不不，我是情去命不去呀、啊，我没什么说的，就没什么说。我的天哪，可气死人了，可气死人了！我们发了什么疯，把我们人给抓了去了？长官，气死人了！长官，气死人了！长官。可气死人了，长官，你不能定一面之词把人家给抓了去，长官啊啊！老头子，可苦死你了，走吧，走，咱们回家走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地大人，对了，干什么？欺负人？干什么？招谁惹谁了？你们这是干嘛呀？你们杀！不许你们胡闹！有道理，好好讲嘛。我们是来保韩凤琪的。好，你对大家讲吧。民户韩凤琪，有贵工作队长拘押的有，想必是韩家仇人官报私仇，糊弄长官，查韩凤琪是大大的良民。良民，韩凤琪当过两年伪满的屯长，他五哥是大特务，他七弟是国民党的土匪，他的儿子韩世元是蒋匪军官。韩凤琪本人的外号叫韩大棒子，他依仗着伪满当屯长的势力欺压人民，无恶不作。这一代的老百姓谁没有受过他的苦处？好的土地他都霸占了，很多的妇女被他糟蹋过。你们说他是大大的良民，请问你们，他是哪一国的良民？你们又是哪一国的良民？是是是是是。你还有什么道理讲吧。
韩老六不好办。就是高家屯的斗争大会开得很不好，地主狗腿子活动得很厉害，真正苦大仇深的人都不敢说话。我们就敢，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就能把地主阶级斗倒。你们说说，像老田头这样人，他为什么就不敢说话呢？那还不是胆小，怕变天呗。是啊，这就对了，群众还没有觉悟起来，还有很多思想顾虑，这就要靠咱们去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。只有群众自己打下的江山才能够保得住坐得牢。老赵，你说呢？理儿是这个理儿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老赵，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使得咱们世世代代都翻不过身来，这不是几个人报私仇的问题，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。你受苦啊，求求菩萨啊，保佑你平安无事的。哎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连我一根汗毛也没碰着。哎，青山呐，快去准备酒饭，好给六爷压压惊啊！是，快去。谁呀？我呀。天大叔，六爷说你是老主户了，平常呢交情也不错，你种的那几晌地六爷送给你了。这是地契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我告诉你，工作队已经露底了，他们把公粮一收齐就走了。好了，往后这块地就是你姓田的了。你就这么收下了？我怎么能收下呢？第二天一早我就给他送回去了。韩老六想用假分地封住你的嘴，还不是怕你说出他害死你闺女的事儿。这我明白。老赵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那是韩老六家的小猪官。哎，家父，你来。哎，来来来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朱家富。十几了？十二。哦。你爹妈呢？早就死了。
他爹也是那年被抓劳工死在外头了，他娘叫韩老六给霸占了，糟蹋够了又埋到双城的窑子里。韩老六把人家这孩子留下给他放猪，说是还他爹的债。孩子，别哭了，将来大伙一定给你爹妈报仇啊。等都到韩老六搬到咱们家去住，将来你跟锁柱一块上学去。哎，猪吃庄稼了，我走了。山发的枪到这时候还不送来，你倒是快一点啊，六爷的大车还等着呢。你倒是轻一点啊。郭大哥，刚才我听见他们稀里哗啦的，好像在倒腾什么东西。你睡觉的时候机灵点，反正他们倒腾不出去。好啊，三更半夜的，你们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们家的苞米茬子喂大了你，让你偷人养汉的，你偷！不许你打人！这什么年月，你还这么霸道？郭孩子，好吃好喝的奉承着你，你不该败坏我杜家的门风啊！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辛辛苦苦为你们家干了五年活，到头来反咬我一口，你们还有人心吗？我们可没亏待过你。给我滚！好，咱们以后再算账。你哭什么？舍不得你的野汉子，你们不能平白无故的冤枉人啊！冤枉你了，冤枉你了，冤枉你了。桂兰，桂兰，你瞧你反而把事情弄糟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看见李青山把枪放在大车上。有多少啊？不老少，喊六爷叫送到姑爷家去。是谁家？马尾屯的张大猴家，靠县城很近，离咱们这儿50多里地。对，他们家城里有买卖。嗯，
你还听见什么了？我还听他们说要等杜山人把枪送来一块儿运走，后来韩六也等不及就让车走了。怪不得呢，桂兰那天晚上告诉我杜山人在家里倒腾了一宿东西呢。小队长，让我马上带着人到他家去搜查。小队长，还要到马尔屯取枪去吧。杜山人家的枪可以马上动手，马尾屯的事儿我请示下王政委。大嫂子，上哪儿啊？你不知道，老白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，连饭都顾不上吃，你说我还能叫他饿着吗？呵，又是豆角又是鸡蛋的啊，这送给工作队同志的，叫他们尝个新鲜。哎，大嫂子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工作队可看上白大哥了，听说还给白大哥。给白大哥干啥呀？啊，没啥没啥。倒是干啥呀，你这么说半句留半句的。大嫂子，你真没听说？听说啥呀？没听说算了。哎，你说呀。小队长看白大哥工作好，要给他介绍个对象。哟，看你说的，谁能看上他呀？哎，人家背着你啊都嚷嚷开了，谁也不敢告诉你就是了，也就是我爱乐乐瞎操了个心。哎，你回来，工作队真能办出这好事儿？我还能骗你啊？小队长夸白大哥工作积极能干，白大哥就跟小队长说，我们家那口子是个疯癫脑瓜子，可邪乎了。你猜小队长说啥？说啥？嘿，你呀好好干，明儿我给你介绍个城里的姑娘，跟你的疯癫脑瓜打离婚不就得了吗？大嫂子别生气啊，知道没怎么回事就得了。瞧这是怎么了？嘿，你翻到什么？这家里没东西给你吃。我又犯了你哪条章程了？发这么大脾气？哎，正好煮几个鸡蛋呗。你还想吃鸡蛋？你昏天聊日在外头干的好事儿，你当我不知道？我干什么了？吃完饭还得赶进城去，有事儿呢。进城？怪不得你这么积极呢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谁能看得上你这个拉拉骨？你这是忽略了些什么呢？你快快整饭吃吧，人家等着我呢。啊，吃饭就找着我这乡下女人了，让你那识文断字的姑娘给你做去。你这放心什么屁？你这是，我走。你打人？好，给你打，给你打。你个该死的，给你打人，你打我，我看你。给你打，给你打。哎，你们快来呀！怎么了？他们两口子干仗了。老白，老白，撒手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没见过这样老娘们，不吵不打，过不了日子。老白，你们两口子又为什么呀？不知道在哪儿中了邪魔了，胡编排我，说我在外边搞什么对象了。这么档事儿啊！大嫂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白大哥不是那种人，你怎么平白无故冤枉他呢？不知道这是在哪儿听来的鬼话。我看一定有坏人造谣。对，他们得先追追根儿。他大婶，你听谁说的？潘昌博。怎么样，果然是他们造谣不？
他大婶啊，韩长波把媳妇都卖了，他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？人家说的有根有据的。有什么根据？那你今儿进城干什么？哼，我呀进城去找那识文断字的姑娘去。呸，不要脸。老白，你别逗了。他大婶，老白呀是咱们农会派他去的。真的？嗯，你想想，哪有找对象还带着枪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赶紧做饭吧，让老白吃了快点喽。吃去。天不早了，咱们赶快走，这个我带着吃。哎，你还造些什么谣言？没有没有，我就说过那一回，赵主任不信您调查，要是再有您就杀我的头。韩长波来了，你站一边去。赵主任，郭主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，你跟老白家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呀。你没说啊？哦，我就问了一下豆角鸡蛋什么的。韩长波，你胡扯！你跟我说工作队叫老白跟我打离婚，另搞对象，你敢当面抵赖吗你？韩长波，那天你在小酒馆造谣，说朱万金五位节准过江，这话是你说的吗？哎，你不是顶能说话的吗？怎么今儿变成哑巴了？快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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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说！快说，是我说的，是我说的，都怪我嘴不好，都怪我嘴不好。哎哎，你光打嘴巴子没用，你得说出个根来。我问你，是谁让你这么说的？我都承认了，还让我说什么呀？你真的没说的。嗯。张福兴，你来说。不是那回，你给我一卷老绵羊票子，说是韩六爷给的，叫我说那些话。你给快点！你们听着，地主阶级快完蛋了，你们跟着他们走是死路一条。从现在起，不许你们造谣破坏，下次再犯，我们大伙饶不了你们。好了，回去吧。谢谢农会，多谢农。这个该死的亲长。哎，老白回来了，老白，老白，哎，枪取回来了，起来了，你看看，嘿，张海，老白，你看，这是从杜山人家取出来的枪。哎，老白，陈队长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怎么样？起来了，马委员会真帮忙，根本没有我们出面就把枪起来了。人家这发动群众工作做得可好了。陈队长，这是王政委给你的信。乡亲们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最近咱们部队在前线一连着打了好几个大胜仗，消灭了十几万蒋介石军队。县上王政委来信说，明天有主力部队路过咱们屯儿，过江南下，咱们的反攻就要开始了。下山的猛虎啊！
蒋介石做梦他都过不了江了。怎么样？想不到啊，在这儿碰上你了，老张。离开部队半年多了，可真够想你们的。是啊，我说怎么看了半天，连个熟人都不见呢？临江战役以后，我就调到这个团来了。怎么，当团长了？担子够重啊，老肖。说真格的，当时咱们分手的时候，我的思想还有点搞不通啊。现在可完全证实了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伟大。我们可能再不回到江北来了，只要一打上，我们就要反攻到底。老赵，看形势，离开解放全国的日子不会远了。老肖，说不定啊，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在关里了。好了，再见吧。好，祝你们多拿几个漂亮仗。中央军他一时过不来了，可你七爷怎么也……六爷，七爷会下来的。要不搞点粮食、衣裳什么的，在荒山上活也活不下去。事情很难料啊。说五月节中央军准过江，可是到现在，连个影儿也没有啊。哎，当初打错了主意了，如今想走也走不了了。放在马尾屯的那些东西怎么会露馅儿？是啊，实在奇怪啊。会不会是姑爷那边？哎呦，是他。兔崽子，你也想翻身？你翻身！哎呦哎呦！救命啊！翻身！救命啊！你翻身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点回去！Thank you.
孙刘少，有，赶快送县医院，快，对，咱们一块儿去。还往六师跑了，还是躲起来了？快说，快说呀，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！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蹄子，站着，还哪有人从这儿翻墙跑了？郭主任，你带一伙人出北门。老白，都走。你带几个自由队员在村里搜查。走，快上，咱们从这儿追。对。哎，他们俩怎么翻单了？韩老六爱穿什么鞋？青龙鸣，韩老六跑不远，你们看，韩老六很可能在跳墙的时候把腿摔坏了。是正脸，咱们快追吧。小马，有，你带人从那边追，跟我来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好。谁呀？肖队长，老刘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这几天在河里边下网打鱼，懒得回家，就睡在这儿了。你看到韩老六了吗？我没看见呢。我好像听到外边狗咬了几声。后来我老刘。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你看我实在是睡着了，不知道嘛。赵主任，你让他们到附近再仔细搜查一下。好。老刘，咱们虽然相处不久，我还是很了解你。你父亲给地主看过大活，你也受过韩老六的罪。老刘啊，在这风吹草动的时候，你可千万要站稳脚跟呢。肖队长，这是韩老六给我的金条。老刘啊，你差一点掉进泥坑里啊！好，回去吧。就被他们砸开了，我们急了，我跟六爷就爬上了后院的墙头往下跳。六爷的腿被摔坏了，
我也好容易才逃了出来。姐，前两天那封信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我本想等中央大军一过江来个里应外合，谁知道，哎，姐，我看无论如何也得下去一趟啊，要是再晚了六爷就没命了。好吧。你们怎么还没回去睡呀、啊、我们老哥几个越说越起劲儿啊。嘿，说起憨老六的事儿来啊，我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呢。老田大叔，你得留点劲儿，明天大会上好说呀。哎，对了，老田哥，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。天就要亮了。你还没睡呀、啊、我睡不着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三更半夜的你乐什么呢？咱们苦熬了半辈子了，真没有想到有今天呐。是啊，能斗倒了韩老六，能早点分东西，让咱们今年冬天能盖上床被子就好了。你说的哪儿去了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今儿是怎么了？像喝醉了似的。我参加了共产党了。那你跟肖队长他们一样了。我们都是一条道的，共产党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，为大伙牺牲奋斗的，可不能光为自己。往后分东西，咱们不能争着要，好东西先让给别人家，啊！我听你的就是了，快睡会儿吧。是从大秦顶子那边过来的。对对对，我们先顶住，请县上马上派部队来增援。好。哎，是不是胡子下来了？赶快分头通知联防，集合自卫队。是，走。
枪就能挡住我们，给我冲！这儿不能待，让自卫队先撤。上。七爷，他们往头里撤。追呀！你们赶快隐蔽好，自卫队隐蔽好，动作快，参谋长，控制制高点，快！
现在斗争大会开始了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田大娘过去，让一让了，让一让。韩老六，你这个畜生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呐！我跟你韩家是三代的冤仇，你霸占了我家的地和房子不算，你还要糟蹋我那16岁的闺女。康德5年8月13那天晚上，你到我家来要租子，一进门你碰上了我的闺女，你就起了欢心，你硬把她往柴火堆里拉，我孩子急了咬了你一口，你就揪着她的头发往石头上撞啊。我孩子头上的血顺着脖子往下流，碰到一顿饭的功夫他就断了气了。为了我这去世的孩子，我老伴的两只眼睛全都哭瞎了呀。这是我孩子的头发，我一直把它收着，指望青天老爷来给他伸冤报仇，等了10年呢，什么都没等着，今天共产党来了，孩子，你可以闭眼了。为田大爷的女儿报仇！白大嫂，你看看桂兰挑的这个枕头好不好啊？哦，这正是结婚用的呀。哎，桂兰，这可要征求一下郭主任意见呢。啊，肖队长，真是老孙大爷，孙大爷，老孙大爷，让提着你们。哎，孙大爷，肖队长。哎，孙大爷，孙道这批牲口不错吧？哎，赶车30年了，这才有了自己的牲口啊。还要好好让他帮助你生产的。哎，这还有什么说的？哎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我进县城开会去。开会还带大皮袄啊？这也许一早一晚能够用得上。好，再见吧，孙大爷。
好，你们不要再送了。小队长。糟了，他们怎么都知道了？哎呀呀，你实在不该瞒着我们呀！老孙大爷，来来来，我赶车送你去。哎，老孙大爷，肖队长，哎，赵大嫂，就要走了。赵大嫂，你分到那几场地，人手一定不够，农会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这两个孩子。肖队长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不放你走，别走，我们不放你走。好孩子，以后要好好念书，学着干活。肖队长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拿着吧，不不不要不要，拿着吧，拿着。肖队长啊，哎，老田大叔，老肖啊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你怎么走那么急啊？我以后还有机会来呀。哎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哎，肖队长，我也不要点心意。不不不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不要不要，拿着吧。哎，你就收下吧，你想想不收怎么能行呢？哎，行了行了。咱们让肖队长去赶路吧，大伙儿不要再耽误他了啊！老田大叔，再见了。乡亲们，我来到元茂屯已经半年多了，大伙儿待我真比一家人还要亲。我舍不得离开你们，可是蒋介石反动派还没有消灭，咱们还不能过太平日子。上级把我调回部队去，马上你们屯儿也会有人参军上前线，让咱们共同的保卫咱们胜利的果实。我就要走了，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。你们都是赵玉林同志的好乡亲，咱们可要永远记住赵玉林同志的话，要保住咱们穷人的天下。